来，飞碟降落了啊！闪人！闪人不要跳起来啊！这是给宝宝们吃的肉肉，来来来，吃肉肉啊！快，你们四个一人把一个角，过来吃不叫了，不叫了，快吃吧。吃肉肉。你看看，昨看看。天有两个会吃肉的。老四、老五，弟弟妹妹都会吃了，你们两个大的都不知道吃。吃肉嘛，还老惦记出来？就是玩心太重。你出来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？哎呦我去呀、啊！一脚踩进去了。现在就老五一个，老五在吃，其他还没动嘴呢。不是啊，昨天老四也爱吃。有的是在观望、学习，分成小堆儿，好吃，方便吃。我一扒拉这个肉，这个香味儿都就出来了。是特别香，我怕它掉进去，我就喂它。哎，快吃肉了，快谁第二个动嘴呀、啊？你看小老五吃的多嗨！老四今天不吃了呢，昨天还吃呢。你看我妹妹多吃好，的，更香了。小老二，你昨天也没吃，今天也没吃，不感兴趣。想什么呢？提前吃点辅食啊！你现在吃辅食，就相当于学会一技之长，到时候能够防身，饿不着自己。是也不知道咱们。想啥呢？思想家。忘啥了？反正不让你出来，你怎么叫也没用。该吃肉嘛，学习吃肉了，然后再给你们喝奶。不行，抽空再给你们蒸点小蛋羹，看你们吃不吃。你有能耐你就自己爬出来啊。着急的呀，他就爱玩，不出去了，不出去了，没玩够。哎，好了，先吃东西，一块吃完了，一块都吃完了，还搁那咂巴嘴呢，还等呢，吃吧。就剩那几块，一会儿小猫吃完，剩下都给你吃。管，现在肉在化着呢，再给你煮。老五吃完了，看看退场了。没事，慢慢过几天就都吃了。你不吃就给你们妈妈了，你们妈妈乐坏了，一会儿那就就光风了。卷残云了。不吃肉还有上底厕所气去。去厕所，应该是大部分都会上厕所的。这俩睡觉，哎，传一块吧，不行就色先吃吧。反正一会儿就能吃光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就是吃肉和不吃肉的感觉不一样。吃完肉就是，哎呦我去，哎呦，吓一跳！吓唬你二姐。吃完肉上厕所都有劲儿了，看。小猫真聪明，都天生的呀，都会上厕所。不吃了吧？咋了？那比不吃拉倒妈妈吧，吃拿出来了。吧，闪闪吃吧。闪闪还能吃吗？哎呦，果然是中国好胃口。闪闪胃口好，那好。然后吃着还得劲儿了呢，不用自己细嚼慢咽了。加上这盘里的，今天闪闪都吃快到4块小鸡胸肉了，还有一个罐头。能吃好，牙优那样可糟心了，愁得很，不知道天天吃啥好。那家伙，你是想借着猫砂盆往出跑越狱啊？挺聪明的，可能不到一个礼拜你就能蹦出来了。那你要早吃肉，你蹦出去就更快了，因为体质好了，有力量了。那比，哎，这一门心思想出去。哎呀，你瞅瞅，我去。别别别别！不能吃，不能吃！出，你快出来吧！呸！我都替你吐吐。你不能乱吃猫砂，五行缺土啊！